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是现在都买不到，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即将会在台湾上市，还没上市，对，还没上市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称号叫做定格精华水，就你喷上去之后什么都不用做，脸就拉上来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脸上了发胶的。来，所以只要喷半脸哦，我相信。对对对，喷半脸，看一下哦。好，好，来，眼睛闭起来哦。好，然后重点是他说他化妆也可以喷，化妆也可以喷，但你们如果有化妆的时候要离远一点，离远一点，然后你要按摩吗？你就是不用，你就是轻轻把它按压吸收就好。其实对，我后来去那个研究它的成分，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些五生态啊、六生态，然后还有那个它叫做超级胶原蛋白，就是分子非常小的胶原蛋白，所以它就是说你可以迅速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拉伸的作用。这个是第一个啦，因为它刚刚介绍会喷雾，所以我这是第一个带一个。它其实本身是喷雾状的化妆水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接下来如果它六月在台湾上市的话，应该会造成不得鸟，对，不得鸟，真的不得鸟。定格了吗？又扮过脸妈妈的。有啦，你注意看那个脸，感觉有眼睛高点，对，眼睛有稍微高，而且我们刚刚这基本上没有任何按摩，对啊，没有做任何按摩。你看他眼睛是有法令纹，有高，法令纹也比较淡，对不对？对耶，真的耶，法令纹好明显哦，有哎，有比较高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哎，对啊，这很妙哦，上体的感觉，对，真的，你看，有它有干掉的感觉，对，它其实就会有那个拉上，这边比较垂哈，对，整个是不是？左边有一块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预测，就是接下来应该会大红的两个东西。好好玩哦，所以大家也都买得到。对，接下来台湾都会开始买得到。好，请大家准备好钱哦，赶快买。接着下来呢，我要介。